有人可以走，但是我随时都会有备选。同样，你也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你是怎么做的？你不但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你还怂恿下属擅离职守，你太让我失望了，明轩。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我在你身边。 你却一直无视我的努力和付出。自从孟非出现以后，你的眼里和心里只有他。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比不上他。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看得到我？就像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会把我放在心上？我从来没有漠视过你。 我多么信赖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但是我对你的信赖不是你在公司里边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是在糟蹋我们之间的情谊吗？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我不想离开公司，我不想离开你。 从来没有想过要开除你，是你自己主动要离开的，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是去是留，你做个决定。 雪玲，哎呦，你去哪儿了呀？你得把妈妈急死呀！妈，我没去哪儿，我就是出去散散心。你这出去散散心，唐明勋都找到家里来了。他来了。是啊，我本来想好好说说他的，被你爸拦住了。我说你们俩不要在外面求求求求求，雪玲，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爸，怎么了？坐。雪玲，我希望你跟爸爸能实话实说，你跟这个唐明轩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爸，你别问了，我自己的事情，我想自己解决。你自己能解决，你。哎呀，孩子不让问，你就不要问了呀。行行行，我不问这个，我换一个话题行吧？你当初学油画学得好好的，为了明轩，非要改学服装设计，毕业之后还哭着喊着要来明远工作，啊！我当时不同意，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我愿意在明远工作，不管以后碰到艰难万苦，我都绝不退缩。夏雪玲，这是你说的吗？是你当时给我的保证吧？啊？是，我是这么说的。那现在怎么解释？碰到一点点挫折，啊，拎着箱子就走，你这是要当逃兵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啊？你说说。
孩子刚回来，你能少说两句吗？他现在是孩子吗？他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现在是明远的设计总监，他是不是我夏振东的女儿不重要啊，他遇到点挫折就跑。夏雪玲，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啊，雪玲肯定是在明远受了委屈才会这样做的，肯定是遇上了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一走了之的。都是那个唐明轩，我们雪玲在他身边做了这么多年。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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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我现在在跟雪玲谈工作上的事情，你愿意在旁听我没有意见。你要在这儿这么说的话，你上楼去。他本来就是一回事。怎么是一回事了？又是一回事。怎么是一回事了？不是因为他唐明轩，我们雪玲能去明远吗？我现在问他跟唐明轩什么关系，他不愿意回答，你告诉别问，别问。你现在又要把唐明轩揪出来，你到底想？别吵了，都是我不好，行了吧？是我让你们俩担心了。当初去明远工作是我的决定，现在我也不会轻易放弃。雪玲，如果明远你做的不开心，咱们就不去了，妈妈给你做主。你做什么主？你现在上楼去。我干嘛要上楼去啊？这跟妈，爸他说的没有错，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应该一走了之。我明天就去上班。你看看你，你看你把女儿逼成什么样了？我逼她什么了？整天就是明远明远工作工作。你也看到了，唐明轩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架势啊？唐明轩可以不在意我女儿，雪玲可是你的亲女儿啊，你也不在意雪玲啊？这个家是你要做主吗？是不是你要做主？可以。那你做主去吧，你做主去，你把一切都搞定，你都搞定才好。夏总监。夏总监。这段时间您去哪儿了？大家都在问呢。对啊，我住院了，急性阑尾炎，动了个小手术。那您怎么没说一声？我们应该去探病啊。事情太突然了，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别人去医院看到我那么憔悴的样子。对了，刘培还在休假，他手头上这些工作你们分担一下。好的。好。叔叔，你知道吗？那个。兄哥，你知道吗？夏总监得阑尾炎了。他前几天没来，是因为他去做那个阑尾炎手术了。现在他在设计室呢，同事们都这么说。知道了。知道了。啊，肯定是夏总监提前告诉你了吧？我说你怎么能那这么？你怎么话那么多？我就告诉你一声，我先出去了。阑尾炎手术，亏他想得出来。您是莫小姐吧？哦，您是？哦，大家都叫我钟叔。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哦，那您找我什么事儿吗？哎，我是来找小鱼的。我找他一天了，没见他人影。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问问李琦，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哦，该问的人我都问了，该找的我也都找了，可是没找见。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哦，请刘伯母小心。是这样的，今天是冯小鱼的生日。长期以来，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今天，他爸爸想为他过一个生日，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修复一下关系。哦，那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我会跟他说的。嗯，那我先上学了。那好，谢谢你，叔叔，拜拜。谢谢。
没什么关系，还是不要说了。Bonjour. Pour notre cours d'aujourd'hui, j'ai invité un conférencier bien spécial, Feng Xiaoyu. Vous connaissez tous l'entreprise pour laquelle il travaille, Caïman, mais vous connaissez probablement M. Feng aussi de réputation, car il est le plus jeune et meilleur designer chez Caïman. Il est reconnu pour le style chinois et aussi pour une série de recherches qu'il a publiées. Un travail de recherche tout à fait remarquable. Alors, sans plus tarder, je lui cède la parole. Accueillez-le bien, M. Feng Xiaoyu. André vient de mentionner le style chinois. Alors, aujourd'hui, je vais vous expliquer ce qu'est le style chinois. Quels sont les éléments du vrai style chinoi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 style chinois est devenu populaire dans le monde.给个五分好评，谢谢。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说。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有一个钟主任找我。你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换个话题吧。Ta conférence a été très inspirante. J'aimerais t'inviter à dîner avec les étudiants ce soir. Dîner ce soir. Je vous laisse. Non, on m'a fait rester avec nous. Le temps a manqué. Les étudiants voudraient encore discuter avec toi. Alors ils m'ont demandé de te garder plus longtemps. S'il te plaît, ne les déçois pas. M'a fait, venez avec nous. J'y vais aussi. Oui, on y va tous ensemble. Allez, assieds-toi. Cool. Bien. Merci. En place. Par ici. Alors, mon cher Feng, s'il te plaît, choisis ce que tu veux. Puisque c'est toi qui invites, tu commandes. Écoute, je veux te remercier pour la conférence d'aujourd'hui. Alors, s'il te plaît, fais-moi plaisir et choisis tout ce que tu veux. Pourquoi tu es tellement généreux aujourd'hui ? Devine. Mon cher Feng, aujourd'hui c'est ton anniversaire. À un grand créateur comme toi, je veux souhaiter les meilleures inspirations. Tu n'es pas en Chine, mais je suis ton ami, tu n'es pas seul ici. Nous sommes tous venus pour célébrer avec toi t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Feng, faites un vœu, puis vous pourrez souffler les bougies.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Joyeux anniversaire.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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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ce qui se passe? Est-ce que je me suis trompé? Ce n'est pas son anniversaire aujourd'hui.你都不知道刚刚你走了，安德烈他有多尴尬。其实我并不感谢安德烈，我根本不想过生日。所以你才不接钟叔的电话。是。我妈还在的时候，她、我。我妹，我们三个总在一起过生日。我妈走了，就只剩我和我妹妹两个人。最近这三年，我妹妹也不在我身边，我就不喜欢过生日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些。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明天，我会去跟安德烈道歉的。听说那间餐厅的鱼做的很好吃。是啊，你这应该吃完了再走。嗯，要不我送你一条鱼。你还会做饭呀？你的花比起来还是差一些的。祝你长命百岁，富足有余。谢谢，我一定会好好收藏的。那我先回去了，生日快乐。莫非，我知道你已经跟唐明轩在一起了，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对我不要视而不见。躲着我，避着我。既然说到这件事情，我也想和你好好聊一下。没错，我和明轩在一起了。有些事情你不在乎，可是他在乎，而我在乎他。因为在乎他，所以我才会回避你。我只是不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让他觉得不高兴。我跟他比，真的那么差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也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从各个方面比，你都不比他差。
可是感情的事情是没办法用来比较的。我承认我很欣赏你的才华，可也就是仅此而已。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很棒的朋友，没有别的。那时间也不早了，早点休息。生日快乐。晚安。晚安。钟叔，哎呦，小鱼啊，我前两天不是打电话给你，让你今天回家吃饭吗？董事长都在家里等着你呢。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怎么不记得？哎呦，这孩子呀，这楼梯我今天上多少趟了？我一早上来接你，可是你跑得不见人影，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哎，哎呦，这钟叔这身老骨头。被你整整折腾一天呢，钟叔，你哪儿老了？你是老当益壮啊！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快快快，跟钟叔回家去，走。我一天没吃饭了，我说了，我不会回去的。小鱼，你听我说，董事长为了跟你一起吃饭，今天早早就回家了。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哎。他心里会很难受的。钟叔，我敬你是长辈，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提出这么让我无法接受的要求呢？小鱼，你不要这样啊！这么多年了，你爸爸在心里也是很痛苦的。痛苦？我怎么没看出来他痛苦呀？我看他跟他太太过得挺开心，挺逍遥自在。小雨，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想开一点啊？啊？这件事钟叔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妈妈的死跟董事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否则的话，你那些舅舅们，这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是不是？当年出事的时候，董事长比谁都难过，你没有看见。他抱着你妈痛哭的样子。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我妈走了，她有了新人。你让她好好过日子呗，来找我干什么？钟叔，你回去吧。你跟她说，我不会回去吃饭的，让她也别张罗了。我妈走了以后，我就不喜欢过生日了。那钟叔跟你说了这半天，你这道理我说了，你回去吧，我该说的都说了。没睡，董事长，还是没办法来给劝回来。他还是不愿意回来，尽管我劝了好半天，他始终还是打不开他的心结。我想，您是不是找个合适的时间，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有什么好谈的？
始终认为我辜负了他母亲。我跟您这么多年，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呢。他的这个心结，还是需要您去打开呀。您说呢？以后再说吧，只要他没事我就心安了。其他事以后再说吧。我休息去。好，帮忙多事啊。表哥，出事了！你看，这么慌张干嘛？过生日送个礼物，这不很正常吗？啊，这个是方小鱼，你不生气吗？女朋友都要被抢走了。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他，小孩。英国，我不是让你早上7点过来接我吗？人呢？对不起啊，熊哥，我今天来晚了。我熊哥，我就是出来之前有点拉肚子了，然后所以就……熊哥，要不您骂我一顿吧，您打我一顿也成。您这样我心里不舒服。你迟到了17分钟，在车上废话了3分钟。哎，杨哥。你说把你工资拿出来给大家来个团建，怎么样？我错了。是方小鱼的事儿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吗？我哪知道啊！少来！哎呀，你就跟我说说嘛，我都好奇死了。今天安德烈好心好意给方小鱼过生日，他为什么要走啊？是这样的，今天方笑鱼来我们学校讲课，刚好赶上他过生日，然后安德烈就组织班上的同学一起吃饭帮他庆生，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知道后就走了，然后场面就变得特别尴尬。我吃完饭回家就碰到他坐在楼梯上，一想到上次他救了我们两个，我也没什么表示，我就顺手用中国结编了条鱼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我送方小鱼生日礼物。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下次就不送给他了。
干嘛呀？这么忙都不忘吃醋，小气鬼！小气鬼！小气鬼！陆叔，哎，你走慢点嘛！谁让你跟着我了？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吗？难不成你体重反弹了？你找死啊！你诅咒我？有吗？你诅咒我长胖？哦，这个我不是想不到乱猜吗？那你直接告诉我们好不好？你那天是不是去跟 Kitty 喝酒，还跟他唱歌？对啊，我不是喊你去，你又不去。你是不是傻呀？到底怎么了嘛？我不喜欢他，你以后不要再跟他玩了。好，就这样。那当然可以了，没问题，我答应你。哇，你这两天不理我，我真的是都要闷死了。真的吗？嗯。好了，我答应你，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嗯，算你识相。不生气了吧？等会想吃什么，我带你吃。啊？喂，哎，你又怎么了？你火了！你快看，快看，你火了，你火了！你小声一点，一本杂志而已。国产男模之光，哇塞，这么高的评价！哎呀，这个记者太夸张了，讨厌！不是你这个活动真的参加对了，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反差萌。什么萌？就是你这种呀。T 台上是禁欲系男神 ，T 台下是自带萌点的小奶狗。哎呀，什么玩意儿？听不明白。哎，直男。我还是看杂志吧，还是封面比较好看。是吗？可是别人都说我本人比较帅啊。对了，之前不是有人推荐你去当演员吗？你知道这个趋势真的可以、啊。演员啊？对呀、啊。我不太想当演员。为什么？我不想拍我的戏。什么？我书还在呢。莫凡同学，你这么少女啊？啊？嗯？哎，不过讲真的，我是觉得当演员得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人，还得说不一样的话。那我呢？我就只想当我自己，所以我只能当模特了。那你和凯曼签约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嗯，我也没想好，不过我可能得等我姐有空跟她谈一下。哎，小姐，这本杂志你要不要呀？你都看了半天了。要要要，这些还有这些我全都要，你里面还有吗？你有多少我买多少。真的？真的，我全都要了。哎，好，你买那么多干嘛？我留着做纪念呀，还可以到处送人呀，多光宗耀祖的事情。嗯，光宗耀祖。那个，你说米娅答应再跟董事会讨论一下跟我们合作的事情，这件事本身我听起来吧，我觉得这当中就有问题。是这样，米娅她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他们也需要时间来讨论。而且 SLC 这边呢，他们确实是有意向的。但是以我多年经商的直觉啊，我总觉得这是个圈套，先给点甜头，对吧？放出点口风，然后吊着咱们的胃口，就这么拖着。为什么要拖呢？啊，既然想合作，我觉得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抬价。现在目前为止，比咱们给条件好的确实有。咱们总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做出一个选择吧。你看，
他们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吗？这就属于恶意抬价的事情。明轩，SLC 不是不好，但是有点乱，要不咱换一个吧。小叔，咱们过过董事会的项目，他不像过家家，说散就散。关于 SLC， 我势在必得。明轩，虽然你年轻，但是你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啊，这种事情不能意气用事啊！什么叫势在必得？你要这么下去，我觉得只可能是势在必败。哎，老夏，别那么急嘛，人家明轩做事不是一个啊不往心上去的人。SLC 是法国的老牌企业，这风都放出去了，哪有不竞争的呀？这说明我们的眼光是对的，大方向是没错的。是是，我也没有说收购 SLC 不好，之前预算也批了嘛。但是要这种情况，他要抬价怎么办？再抬价，我这是一分钱都没有。啊，这也是啊。夏叔，别激动啊，这事儿啊，我再想想办法，我会平衡好，好吗？不好意思，我有点急。行吧，那咱们散会吧。啊。哎，董浩。嗯，好。爸，你怎么来了？我这不开完会吗？顺便过来看看你。啊。你设计的？啊。都是你设计的？那当然了。不错嘛，啊。哎，你们今天是确定 SLC 的项目吧？嗯，结果怎么样？这个也是你设计的？问你话吧。你说这种会能开出什么结果啊？开玩笑。那你是不打算增加预算了？这个我觉得呀，你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就行。其他的事情啊，别操心，公司有你爸，啊。我这不也是关心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吗？你要是真的想了解公司的情况呢，那你现在就要沉住气，啊，不要别人一说点什么呢，你那小心脏就瞬间融化了，对吧？你看你，我又没怎么样，我这不是怕您为难吗？怕唐明轩为难吗？哎呦，你吓死我了！我讨厌你！哎呀，你那点小心思、啊！哎呦，您别瞎动！会，给我弄乱了都。其实啊，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为难那个臭小子。你想，公司是大家的嘛，也不是他唐家一家的，也有我们夏家的份儿。我发现问题，是一定要提出来的，我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对吧？嗯，嗯，看看就给你听进去。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哎，对了，晚上下班别回家，你唐伯伯请我吃饭。唐伯伯？嗯，不是陆阿姨让我的。嗯，不，是是，好好好，就这么着，晚上见。嗯，走。啊，我送送你。怎么，老唐身体又不舒服啊？嗯，小毛小病呢总是有的，但是你别以为我吃着药就赢不了你啊！你要是认输，你就说话，老夏。哪儿跟哪儿就认输，再看看。啊，你今天不在状态啊？哼，我不在状态。照样赢，这个需要下好了，落子无悔，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还是好胜心这么强。哎，所以我心态年轻啊，正因为心态年轻，所以我身上的零部件就给你。我可不每天吃药，吃点药没事儿，我们都到年纪了。
就怕是脑子糊涂，脑子糊涂不好办。那老唐，咱不带这样。下棋就下棋，你还瞎聊什么天儿？你这赢了不算多，你刚才说了落子无悔。不下了，不下了。下棋这个事儿费脑子，你再来一遍。下了一辈子了，院子这边这么好，咱们起来活动活动啊！来，要不我再想想。别想了，来这边吧。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眼中交舞着边。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在两千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四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